选手借国际舞狮创意比赛，我们要在这次当中注重的不光是传统的垂直技巧，更要看各支队伍在高桌上的翻滚弹跳的能力，以及他们创意性的高难度动作。你看这些没有装，有什么 idea？ 我有个idea，你可以聊我妹，你听听看我的love story，韩国恋drama的。韩国恋爱呀、啊、？Excuse me， 请你不要用这种怀疑的语气跟我讲话。这次拿奖的时候，在台上一定要谢谢他，然后他的词都就会 reboot。 Restore, reformat. 阿妮，我给坏人抓走了，他们要轮奸我。不要讲到这样了，轮奸。你快来救我，我被坏人抓走了，我看他们会伤害我。看人家讲话多文雅。这些人啊，连女朋友都保护不了。 来你爸的地盘想打架？谁说这里是你的地盘？这是政府的地盘。你最好叫阿寿小心一点，很多人都要他倒。有什么大不了？这是 beginner 而已。怎么事情变成这样了？我已经越来越不认识他了。我现在问你，明天的比赛你要我赢还是Mikey赢？这究竟是在比技术还是在比面子啊？什么都比。怪只怪我自己，瞎了眼睛啊，受了这样的徒弟。 然后我们一起远走高飞，我每天都可以唱情歌给你听，好吗？我不要，烂了。